Okay. 방송이야. 센터에서 그, 你看这里也有高低啊，这个比较高，这个比较低，这个高，这个低，所以你的盆位高低啊，压到神经线，右脚去左脚，左脚再上过去，碰到你啊，影响到你的情绪也不好啊，会有什么？看那个是劲啊，有痛你讲痛啊，这里啊痛痛，这里痛痛，这里痛痛，高一点。 啊，一点点，一点点了，这里，啊，痛痛，完全不痛了，这里痛，这里痛，很容易的，你看啊，你的脖颈啊，这里一个脖颈，这个脖颈，最后的位置这个脖颈啊，一边下去，这里痛，哎呀呀呀，塞一点点，哎呀呀呀，好，等一下不见了，OK，还有这里，人家是一个脚，你是两个脚哦，厉害了，嗯，你看，看这里。 也痛，这里，痛，这边，痛，上一点，好一点了，这里痛，也是一样啊。你的脖颈，这个中间，按在这里，啊，低一点点，旁边，啊，用OK，这么高兴啊，这么痛，很好笑啊，很好笑，你不是担心的吗？来这里而已哦。 哎呀，你干嘛不要这样呢？很痛啊，是很痛啊，在这里是要自己的。好，你看啦，一个脚可以颠到一股了，这里比较紧，第二转过来这里啊，会有太高了。你看我按，这里卡住了，卡住。你看我全托放进去可以的，这里五个手指到你的盆位，所以这个按啊，左位。你看这个，也是紧，这里转过来，这个好一点，这个过来进去比较好。 这个呢，它只是等着而已，那个痛。是啊，就是它的位置不对嘛。如果它的是它开一点点的，就是它盆位还是很难压住，它血也是压住的，所以一定要盆位一定要对，这个最重要的。嗯。嗯。啊，好好。嗯。没救。嗯。哎呦。 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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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啊，对，哇，轻松了吗？轻松很多啊，就是个臀位一个高低的轻松很多，也是在你的 pocket 这里中间呢、啊。不一样了，我以为你晕了，按这里，大大的下来了。
他那里按，舒服很多哦。刚才按这里，痛，上一点，痛，这里，痛，下边，痛，这里，舒服很多了啊。还有一个，还有这里啊。算是好，算是对，算是是学对了，痛中对了。舒服很多了哦。很好，说阿姨要你旁边睡，牙齿睡。这个部位很重要的是后边，后边酸，旁边是条大筋，它有筋菌。看、这个最重要啦，一看你的塞住几多。这个是美容棍，美容棍地上痛吗？痛啊！哎呦，这里是很重要的，我们的美容棍第三是第四、第五。初步神经，第三、第四、第五，初步神经，小小的按了，这里痛了，第二这里好一点了，第三这里好一点，第四这里最痛是在这里了，哎呀，看这个右脚按这里也是有点不舒服，这里这个痛了，第三这里好，第四在这里，很好，你看这个脚腕呢？第二则安，最重要是这个脚放来这里了，下不完，这里卡住跟这里卡住，很痛哦，就是很累，是阿姨的美容是有点疼的，所以这里酸影响到脚开不到，应该是平的，你看这个脚腕放过来，这个也是下不完，这里卡住的，这个也是卡住了。好，等一下不再聊了。现在你的盆位平线了，如果一平线了，你看我按在这里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最痛是在这里，等一下，不见了，回去沙发不能弄，这里轻松了，看这个脚，这里没有那条筋没有，你看压住压住，很像很轻松了。最重要神经的不要压吧，好的啊，这个放在这里，这里看脚，这边拉床，
样子，刚才抓一下抓几下。嗯，看你的右脚啊。这样推呢，这个还会不会拉住？拉住，来，这个比较紧。啊，就像这个紧，这里拉住了。这个轻松很多了，还是有一点拉住了。右脚，还有一点点。啊，对了，翘屁股啊。啊，这个最重要了，调整你的颈椎，你一个。扶起来一下，很好。我看医生呢，我要你这里硬硬掉硬啊，很好，硬硬放松，再硬硬硬，你看硬硬啊，哇，你的肌肉很好哦，又活泼又好，放松，放松松，再硬，再放松。听到哦，爽爽，休息一下，马力高了两处，给你休息两分钟，动女儿一点点，滴滴滴滴滴滴滴，耶耶耶，哈哈哈哈哈哈，几岁？二三，放松啊，哎呀呀，拉得多，懂？懂。懂哎呀，还好你不要走啊，你在这里吧。坐轻松一点啊，看这里，哇，这么累了吗你？哦，哎，靠了，肯定啦，哎呦，哎，靠是颈椎，头痛都有啊，等一下。每一天痛啊。那头痛了哈，刚才我都不在这里头痛了哈，哎呦头痛了哈，送了哦，哎康最压力了，也是有，哎康也是有牺牲的，考虑到现在开始了，开始每天头痛了，等一下，站起来一下啊，像这里啊，这么多。哎，你做完了，等一下来。最重要有没有痛线啊？啊，这样会痛吗？左边呢？中间放松在我这里。对了啊，两个手，轻松，轻松，轻松，看眼睛，我们可以看三分，有点算正常了，还有手，左，右，对了，好，现在呢很重要啊，
我们现在有连这个左边右边了，现在左右左右，最重要现在两个星期里面不要翘脚。我很久没有翘脚了。对对对啦，不要翘脚了，不要坐在地下，左边、右边啦、啊，还有不要怎样坐，不要怎样坐。站的时候呢，停下，不要翘短脚，不要怎样坐，不要等一下，等一下还有不要满足的动作，摸地不可以，两个星期而已。还有有时候玩手机的时候，玩手机啊，不能拍地，不能在这里，有的头压到两个正最好，最好是平线，平线，哦，眼镜的位置不能往前，就是，还有做这个动作多一点，背上去，转的，你看背上去，转转，转右，转转，转右，有时候你听到这里，声音张开，这个是好，不要等压了。还有借口呢，不要喝咖啡。可以啊，可以吗？可以，两个星期应该没问题，两个星期啊，为了自己健康可以的。是啊，咖啡会拉筋，拉得很紧，不要。咖啡啊，酸的，啊酸的酸，同样不要先，等一下喝白水比较多，够休息两个星期，更不要来重的就是，坐站的位置要姿势要对，其他的不打扰，舒服很多。不拍照，来我们拍一个照。对，酸酸正常。嗯，啊，酸酸正常，正常现在酸酸正常，酸是血糖。OK。来，妹妹一起。啊，谢谢谢谢。来，好嘞，不怕了，来一起啦。你说可以是吧？sure not. Sure. Very sure. okay, 等一下，Hakim 会跟你讲。啊，对呀，我要跟你讲的。现在不是带酒，酒杯呀。好，睡下去看上面呢。不是啊，我这个人讲，这里啊，啊，有时就得走到很痛啊。OK。全部精准，假麻痹是美容骨，两个部位很重要的。就很冷啊，冷呢？看到我还冷呢。啊，是啊，看到你很冷。也怕也冷，也好玩。都塞住啊！现在开了，又是个两个星期，给那个痛，让那痛是打痛它，哎，痛了，舒服很多，酸是正常，不是痛。酸是大血跑了，很像很久没有运动了，运动了，明天起来哇，全身酸酸的，酸是反应。OK， 酸就发现了这个两星期。因为我没有什么反应要讲嘛，没有你不知道嘛，哦。对。说一下啊。